堂堂教授被狗逼上树，还下不去。快下来，我饿了，我们去吃小鱼干。我怎么办呀？我又不是猫。糟糕！啊！接到你了。嗯。再怕狗，也不该在他面前表现出来啊。哎呀，脏死了。舔一舔就不害怕了，猫猫都是这样的。亲亲效果更好哦。我也有东西要给你。好漂亮，是老师亲手编的吗？半死了，戴手上的戒指代表约定，灵猫族的事还有你的所有愿望我都会帮你实现。